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上海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建设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使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 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勇于开拓、积极作为，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十一月二十八号至十二月二号，习近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先后来到金融机构、科技创新园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等进行调研。二十八号下午，习近平一下列车就前往上海期货交易所考察，他结合电子屏幕和重要上市品种交割品展示。 听取交易所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等情况介绍，了解交易所日常资金管理和交割结算等事项。习近平强调，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正确，步伐稳健，前景光明。上海期货交易所要加快建成世界一流交易所。 为探索中国特色期货监管制度和业务模式，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随后乘车来到浦东新区张江,江科学城，参观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他结合视频短片了解上海市科技创新整体情况，走进展厅详细查看。 基础研究、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科技、教育、人才的战略支撑。上海在这方面要当好龙头，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习近平同科研人员代表亲切交流。 他指出，要着力造就大批胸怀使命感的尖端人才，为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创造良好条件。近年来，上海市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为许多来沪新市民、青年人和一线务工人员提供了住房保障。二十九号下午，习近平到闵行区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考察，听了当地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筹措建设力度，构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的情况介绍。 习近平给予充分肯定。他先后走进社区住宅型、宿舍型出租房源租户的住房和公共厨房、公共洗衣房等共享空间，仔细了解在此居住的城市一线工作者的生活状况。这就可以安稳下来了吧？是的，是的。价<后>格很低，很方便。哎，你们也是上海的建设者。 贡献者，所以上海也要关心你们。总书记无微不至的殷切关怀，让在场所有人感动。离开时，社区居民纷纷,纷围拢过来，欢送总书记。 习近平说：“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这里安居乐业，感到很高兴。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要走共同富裕的路子。外来务工人员来上海做贡献，同样是城市的主人。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住房的多样化、多元化需求。” 确保外来人口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祝你们在这里呀、啊，顺顺当当的生活呢，能够安心、方便、舒适。我祝福大家，谢谢总书记。谢谢 十二月一号上午，习近平听取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工作汇报，对上海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习近平指出，加快建设五个中心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重要使命，上海要以此为主攻方向，统筹牵引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坚持整体谋划、协同推进、重点突破、以点带面。 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世界级高端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和全球经济治理影响力。要加强现代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共建“一带一路”。要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要加快补齐高端航运服务等方面的短板，提升航运资源全球配置能力。要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要加强同长三角区域联动，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习近平强调，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要在更高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力。要全方位、大力度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 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扎实推进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在临港新片区率先开展压力测试，稳步扩大规则、规制、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提升制造业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能级。 继续办好进博会等双向开放大平台，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和制度体系。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落实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政策措施，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增强对国内外高端资源的吸引力。 习近平指出，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城市规划和执行上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加快城市数字化转型，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 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城市建设和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习近平强调，要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 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各种文化交汇融合中进一步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要注重传承城市文脉，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红色文化。 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扎实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全面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根本保证。上海是我们党的诞生地。 要用好一大会址等红色资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三个务必，在新征程上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要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建设一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要把握超大城市特点，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思路和模式，完善党的基层组织体系。要坚决反对和惩治腐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第二批主题教育临近收官，要坚持标准不降、劲头不松，把主题教育同各方面工作结合起来。 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十二月三号上午，在返京途中，习近平在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和省长许昆林陪同下，来到盐城市参观新四军纪念馆。展厅里，一张张照片、一份份史料、一件件文物、一个个模拟实景。 完整展现了新四军浴火重生、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习近平不时驻足查看，同大家交流。他强调，新四军的历史充分说明，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要用好这一教材。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传承发扬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李干杰、何立峰。 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分别参加上述有关活动。主题教育中央第五巡回指导组负责同志参加汇报会。